嗨，各位一点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来，你看一下那一颗，那一颗哦，就是哦，我种很久的白玉榴莲蜜。那这颗白玉榴莲蜜不是我自己嫁接的，而是去跟苗商买的。哦，种好几年哦，然后一直长不高，长不高。那可是叶子还算蛮健康的，就是很难长大，还奇怪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要帮它加一点点料。田里面呢还有两包羊便便，等一下我就给它个半包。好，我现在先把它那个要施肥的范围把它清出来。他说榴莲蜜、菠萝蜜这种东西哦，很需要水，所以最近呢，我一有空来田里，我就给它施一点，给它浇水。那底下我也放一些那个花生壳，把它做覆盖。等一下再把它盖回去。那有没有看到我旁边种了这个？这是菠萝蜜哦，因为到时候这颗长大之后，我会把它靠过来这里，不然这边如果风大的话，这一只哦，我觉得会比较危险。哦，所以我预备了一颗菠萝蜜的苗。好，十根苗，那我准备把它，之后要把它嫁接上去。哎，这啥？野生葡萄吗？要把它拿掉吗？好，先留着，再观察。那颗好像是野生葡萄。有一些好朋友他种的榴莲蜜哦，跟我同时期种的，但是奇怪，人家都长很快，然后就开始来果来花来果，然后人家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肥啊？有的话哦，告诉我一下吧哈，唔好暗砍哦嘿。好，我要去拖那个羊便便过来的。好，这个就是羊便便啦。那等一下吧，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赶快撕一撕哦。等一下要去载小孩下课啦。哦，小孩假日很辛苦啊，还要去补习，比我们以前还辛苦。那我们就让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就这样子啦。哦，这羊便便，好，半包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拜拜。